Action！ 这边是台湾 Squash 在那个湾仔的暂时临时分部。等，我们在深红街Hong Kong Squash Open 2018的今天是 Semi Final 的天。然后我们要这边，因为要回答一些，我们要想要做一个 FAQ 的影片，不是，然后可以深红街啊，是啊 ，Ever Bright 深红街。那个路人就不要乱。好，我们刚刚被路人麦克 take 一下。对，好，哎，对啊，这边是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一团的成员哦。对啊，他是现在那个我们这一团的大富翁。然后我们刚刚把他搞得很乱，但是我相信 Tina 会把这影片剪得超厉害。然后是一个就是关于呢，就是我们来自台湾的球友跟球迷来香港看。香港壁球公开赛的一个 FAQ 影片，对，那现在开始一些快问快答。快问快答，怎么没有蕊这一段？哎，你说不用蕊啊？好，来，请问你是第几次来看 Hong Kong Squash Open？ 第六次吧。第六次，我好像也差不多从2011，对，中间有中断一两次，对，差不多六次。那你最喜欢的选手是哪一位？有打还没打的。有打的，好，这一次的话，我可能会投给Miguel 吧 ，Rodriguez， 对，我觉得他就是做了很足够的那个努力，然后呢去把 Simon Rosner push到最后那一刻，对，但是很可惜的在 quarter final 的时候输了这样子。哎，换我了，好，来啊，那你最喜欢的选手是哪一个？啊，我不用讲，这个勾铁啊，我有签名，也有合照。等，对啊，有打的哦。打现役的话就 Ali Farag 吧，所以我觉得他就是 Remy 的接班人。好，那换我喽。那你来香港这么多次，每一次促使你来的原因是什么？每一次促使我来的就是来看 Squash Open。哎呦，我的这个几乎就这样，回答的还蛮道地的。那当然还有其他副因子啦，就是这个。交通便利喽， yeah. 因为其实离台北也比较近了。然后还有就是这里的美食啊，就是我们等一下下一站要的行程，在这个 FAQ 剪得很漂亮的 FAQ 影片之后，我们就是要去吃的。这次吃了哪些东西？哇，这个烤鸡翼啊，烧鹅吗？熏鹅啊，这不是同样的东西吗？对，我讲广东话啊，广东话是念熏哦，司机听不懂。Sorry， 说司机我们在骂脏话。对，司机刚刚说，他说你们讲广东话讲不标准，不要就不用讲。他说你讲烧鹅我听得懂，不然我以为你们在骂脏话。对，因为麦克讲的不标准。然后还问我那个听不听得懂。对，好，这次我们还是先回答。这次我们吃了烧鹅，然后还有据点坊，然后还有益顺炖奶，然后还有强记美食，然后还有我们刚吃那个不知名的清汤奶。莲心对，莲心鱼丸。哦，莲心鱼丸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还会可能再去看个夜景酒吧。然后还有宵夜就摆在那边，大家那个搞不可能 take 一下好了，就让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其实这个团就是真的，大家吃的是非常非常的丰盛，非常的可怜，都吃便当，饭盒没有啦，饭盒是都吃太好吃到吃不完，只能打包。对对对，那我这边还是要推广一下，就这一次我们特别有。跟那个台湾 Squash 这边有要这个赞，就是台湾 Squash 赞助给我们两条头巾，我这边有一条，然后我旁边威斯里这边也有一条。那因为我们两个之前都有在帮台湾 Squash 讲一些比赛的奖品，所以就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推广壁球。那香港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台湾。
台湾的朋友喜欢壁球的人来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这次，等一下，我们到底是要卖香港壁球公开赛？没有，我们还是要卖台湾出来。那换我来问哦，那我问威斯利，我们这次总共访问了几个人？然后个名字是什么？我们总共访问了来自五大洲、八大洋， wow. 然后七大宇宙的那个选手跟球友，我们总共访问了三个人，但是我相信 Tina 会把它剪成像是访问了三十几个人，分别是。大家好，那个这次我们又抓到一个路人哦，也是我们台湾团的打壁球圈的朋友，那他是 Eric， 来，好。那我们几个简单问题，就是来问一下 Eric， 这是你第几次来香港这边看壁球？我来第三次了。第三次哦，那去年有来吗？去年没有来。哦，那你今年来的话是礼拜几来？看几天啊？礼拜四就来了，然后可是我礼拜四没有看，然后礼拜五看整天，然后看今天这样子，对，就看两天。那目前你这样看了两天下来，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赛事？哦，昨天晚上那个 Simon Russell 那一场，跟那个 Rodriguez 那一场打得真的非常精彩。Simon， 我问一下，这个香港壁球公开赛，这一次你最想要看到的球员是谁？我最想要看到的球员是Rodriguez， 对，因为我觉得他打球是最有拼劲，然后他也是我们这种比较矮个子球员的一个典范。哦，对。Quarter final， 那昨天晚上就是很接近输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昨天晚上输得非常精彩。然后这边我们有访问一下，是不是小军这一次在香港壁球公开赛最想看到的选手是谁？我这次比较想要看到的就是 Frag 夫妻。哦，斜抗力这样子。对。今天有看到一场 Ali Frank 比赛。对。好看吗？还不错，很精彩。那我觉得香港公开赛是最接近台湾的一场大型的比赛，再加上香港不论是在吃、在住方面都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所以球员的比赛的素质也是最高的，所以我很推荐大家都能够来香港。就近在看比赛，像我今天也带了一些学生，像今天也有两个学生来台团，对，然后我以前去有一年还带了也是好多学生来这边看，我也是很推荐学生来这边看。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是什么因缘机会让你跑这么远来？哇，这个蛮疯的。顺便看比赛，第一次嘛，要新鲜。那在台湾就是打球一起球友嘛。对啊。还有注意到有那个台湾 Scratch 的 T 恤，可以推一下。哇，救命！退个。单身。健康。我们请这边下面有两个连结，一件这个 T 恤购买连结，跟这边各位大哥怎么称呼的？公俊。主板桥。QR code， OK， 好，那谢谢小军。啊，谢谢。明年还不会来？哦，明年。明年会，如果有空。明年如果没来，我们就把这段拿出来。这个都有 VCR 了。那你明年还会想再来？一定要来，大家一定要找时间来。好，那谢谢 Eric 兄。好，谢谢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那如果你已经这次吃成这样子了，那你回去有什么办法排解这些所消化进去的脂肪？其实就还是一样啦，我们就是要多打球啦。对，就是壁球这个运动是所有运动项目里面燃脂最快的运动。对，这有科学根据哦。你去查报纸，去查各种嘴炮文章，全部都是写，就是壁球是第一名，每小时燃烧卡路里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至少400卡以上。至于以上多少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查。感觉下面这里的专线是要买药的。对。对，那个 Tina 可以帮我们那个加上这段字，就是每小时燃烧几卡，然后各大运动中心皆有教练在贩售课程。对，好，下面就台湾 Squash 的那个 YouTube channel， 然后这边有 Facebook 粉丝页，然后呢，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就小孙他把衣服脱下来印证刚刚说的那个壁球的功效。好了，这大家就不商演了，那我们就是要推广壁球，大家拜拜。